Hello。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呢個 live 啊！咁其實我就唔係夾硬霸個主持位嚟做嘅，咁即係見即係費事大家爭講嘢，咁我就開咗個頭佢先嘅啫。今日咧係呢個叫做調教你 Mirror 嘅 live 啦。其實都算是我哋呢個節目嘅 launch 嚟嘅，因為之前咧係從來都冇話過俾大家聽有呢個節目嘅。咁大家做訪問嘅時候都係咁話係 miracle miracle， 其實呢件事咧就係調教你 mirror 啦。哇！咁啊，我哋咧喺個 live 裏邊咧，我哋係會收集大家嘅意見嘅。究竟因為我哋其實件事係只係拍咗一半嘅啫。咁今日又適逢係 View TV 五週年嘅台慶啦，咁台慶嘅時候我哋就出咗嚟，因為我哋大家都要做台慶嘅節目啦，係咪？咁我哋就夾硬咧喺嗰個 cam 嗰度出咗嚟，咁啊留兩日到啦，咁我哋會翻入去嘅，咁我哋節目啱啱就拍咗一半，咁所以咧大家嘅意見咧，我哋絕對會非常非常之咁接納同埋採用嘅。對於我哋嘅製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度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嘅嘉賓先 ，Mirror 唔使介紹啦，唔使介紹啦。要介紹，但如果你有看 Mirror， 你即係有看全民造星啦，咁又點會唔識佢哋呢？就是 CM 老師，同埋阿兜。點解有佢哋喺度呢？其實我哋頭先啱啱咧喺上邊就拍緊調教你 Mirror 嘅其中一個 item， 咁就係一個關於回憶翻佢哋全民造星嘅時候嘅嘢嘅一啲嘢啦。咁啊，唔好講曬出嚟啦，到時睇就知噶啦。咁一陣間我哋再繼續傾下偈啊嚇。好，呢個時候就想問下大家，睇下先，睇第一樣嘢要傾啲咩先啊？喂，有一樣嘢，滾味啫。滾味時間嚟嘅個。花姐喺度㗎，各、那個、位。誒咁阿張唔食得喎，阿張冇食，今日冇你都冇食，你又冇食，阿張冇得食嘢咯，花姐個班。嗱，其實咧，因為我哋頭先拍緊個 item 啊嘛，咁我哋又阿花姐應承過我哋嘅，拍緊調教你 Mirror 嘅時候咧，佢係唔會出現嘅。咁但係即係唔會出現嘅時候，我哋就即係好似好多嘢都會做咁樣啦，係咪啊？例如嗰啲食嘢啊，嗰啲咁樣，姜龍冇食嘢嘅，真係佢冇食過嘢，喺成個 cam 裏邊一啲嘢都冇食過，成個 cam 俾佢食下啦，水都冇飲，好慘，好辛苦，但係今日花姐喺度就大家係啦，專登買咗啲雞煲喺度俾大家食下啦，咁睇下你哋喺花姐面前夠唔夠膽食啦？如果你夠膽食就食啦。嗰、那個錦囊，大家都記得花姐俾個咩錦囊你哋噶啦，就係食之前，俾兩個人啫嘛，同埋都係放兩個人啫嘛，係咯，係咁話嘅，我都係諗下啫嘛，諗咩嚟點睇咧？咩食之前有乜諗？等陣先，我哋今日咧製作組咧仲加咗一個特別嘅任務俾你嘅，因為頭先我哋睇咗你嗰個訪問咧，即係頭先台慶完咗之後咧嗰個訪問咧，你要用喺某一個台嗰度用普通話訪問啊，我覺得真係聽到好感動啊！我有一種暖啊！我希望你今日全日嘅 live 都係用普通話。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唔使啊，淨係佢啊，淨係佢啊，養出未問題啦。養出，揾個養腸出嚟。養出，真係養出。OK OK， 嚟㗎，各位記住啊！今日個 live 係冇得剪噶，大家好自為之啊！講堅啊，呢一樣嘢，我都驚驚地，因為我哋調教你 Mirror 入邊咧，我哋調教緊個 cam 入邊嘅時候咧，我哋拍咗好多好多好多好精彩同埋好真心、好窩心嘅嘢。咁我哋有個大嘅宗旨嘅，如果你有睇過調教你男友，你就會知道噶啦。就係我哋每次傾偈啊，或者做啲乜嘢，我哋係會真做同埋真傾嘅。我哋係會真心攞個心出嚟傾嘅，最後尾如果有啲嘢出唔到街的話咧，我哋就話我嗰啲嘢對唔住啊，我哋真係唔可以俾佢出街嘅，但我哋都會照傾嘅。咁所以最後尾而家拍咗出嚟嘅嘢有幾多出到街，我哋都係暫時係唔知嘅。好似有一晚我哋傾咗六個鐘頭，我覺得最後尾出到街嘅嘢基本上得兩分鐘嘅啫，我估嗰晚嘅嘢咁樣咯。點啊？頭先今日又適逢出嚟啦。你哋係咪第一次發表Warrior 隻歌嘅即係現場表演啊？係，點咧？你哋覺得大家你哋自己嘅表現成點啊？隊長講先啦。第一個問題係咪？普通話，可以咯。你知道個答案啦，係嘛？知道個答案啦，知道啦。可以噶，知道啦。開始咯。那今天呢？我們是第一次表演這個 Warrior 啦。我的感覺就是啦，因為我們第一次表演嘛。所以呢其實我的老大呢很忙啊，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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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系咯，很忙啊，忙很忙啊，好忙好忙系，很忙 busy，可以英文，可以英文，很忙啊，都忙到没有其他的时间，没有其他的空间去空间，去理会其他的东西啊，去理会他们啊，所以呢，我表演人，所以冇得整啊，所以我所以啊。完了之后啊，完了之后我做过什么？我哋都不知道你講過什麼。啱啱即係因為咧，即係我啱啱即係今日雖然 keep 住拍攝啦，咁其實我哋出咗街啦，啱啱嗰個表演已經，咁我啱啱有立一立嘅，咁大家都知咧，係啦，咁我係其中一，我就係炒咗車嗰個啦，係啦，咁咧咁好多 fans 都有話啊，即係今次大家表演好似。不是話特別好喎，咁即係無論係嗰個聲音上啊，定係個齊整度上咁樣，咁我哋下次一定會再做得好啲嘅，因為今次始終即係唔係揾藉口啦，咁但係都某程度係一個藉口嘅，咁就係我哋真係有個原因啦，就係我哋可能真係今日真係第一次排一隻舞嘅時候咧，我哋自己都話跳完真係好攰，估唔到咁攰，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哋去知道哦，我哋演唱會。就不可以咁樣啦，即係一個好的教訓。即係例如我自己走音嗰句咧，我自己都不敢聽翻嘅，係啦。咁所以你聽聲波都冇再唱啦，係啦。咁咧就我哋會俾心機再做好啲嘅，希望大家下次睇到一個更加好嘅 Warrior。演唱會俾一個更加完美嘅 Warrior 俾大家，因為呢只舞真係好難跳啊！呢只舞咁佢其實呢只舞配合呢個唱其實係。有些不人道的講真的因為 他本身就這樣跳的時候都可以拿你命了其實就唱都拿命是啊跟住這兩件事拿命的事情加在一起的時候就真的會沒命了但我知道這個絕對不是一個藉口來的所以我們會經過今天這個台慶的這個表演我們會再在我們去到演唱會之前的時間真的會再加更多的練習掌聲鼓勵我有兩件重要的事情错了，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看看他的灯呢，还有看看他的毛娃娃。三杯。毛娃娃。毛娃娃。毛娃娃。你们觉得他很可爱，你们很想拥有他。这个要广东话，可能真系要。唔系啊，俾大哥讲啦。对，很想拥有他。你们就可以去这个 Viu TV 电视上，电视咩？呢个要讲乜广东话 ？Viu TV 电视上，系电视上，曹仁发换毛公仔，换呢个咁可爱嘅衫俾大家。第二重要嘢就系食得未？食得，食得，好中意。你前面食得啦，有鸡喎，成个鸡。唔该晒你，唔该晒你。佢哋真系未食饭嘅，所以咧，我哋系专登预备咗呢个鸡煲同埋打边炉咧，慰劳下佢哋嘅。我哋头先真系喺上面拍到啱啱去到五十分嘅时候，先至即系冲上嚟。系啊，所以都非常非常之咁爽。谢谢谢谢。辣你吃啦，係有彈有得彈，睇下你食唔食雞先辣嘅。好啊，仲有冇人想講啊？頭先嗰個表現啊，冇我哋就落去下一樣嘢嘅咯喎。好啊，多謝。好啊，有啲辣。冇啊，冇啊嘛，好熱感喎。都唔使辣嘅，食得辣啊！但呢個真係有啲辣。哇，喉嚨痛啊，大佬。得啦，有得。我搞唔掂喎，阿佬要睇住啊，阿佬唔係好想辣。入兩雞，好各位。係嗱，頭先咧，我哋其實我未拍完嘅部分咧，好無奈咁樣，我決定喺呢一刻咧就繼續拍埋佢啦。因為我哋嗰個調教 Mira 都係咪 roll 緊啊？我哋都，我哋決定頭先未做完嘅嘢，我哋喺呢度做埋佢嘅。就係、是、其實頭先我哋recap 少少啦，就係、是、我哋喺上邊，我哋叫佢哋每人唱翻造星一嘅時候，佢哋參加比賽嗰只歌，同埋叫佢哋做翻嗰陣時嗰個表演。基本上好似 casting 緊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喺度睇啦，咁好多感受啦，好多感覺啦，唔該同事，咁我哋好多感受啦，好多感覺啦，睇翻大家以前嘅嗰個嗰一個自己啦，然之後好多好多回憶啦，啊有啲人就覺得啊自己係以前好啲。或者而家就好似點解好似冇咁信心，冇咁有信心，或者有啲人就覺得以前嗰個自己好有亂等等。C.M. 你睇住佢哋大啊，你 in general 啦，你覺得成對 Mirror 嗰陣時同埋而家嗰陣時雖然未成軍啦，但係你都係導師之一嚟噶嘛。咁阿兜你都係加入之後，你去到四十強？唔係，其實佢係live band 嘅和音嚟嘅。哦、啊。
所以佢都係睇住佢哋嘅。睇住佢大，咁你哋最有資格講啦。我食唔到嘢。我覺得咧，嗰樣嘢好喺度講住。建立 Mirror 呢件事咧，係都幾頻臨嘅，因為個決賽完咗，做聲嘅決賽完咗啦，好似係兩個星期就要開 press con 話有對 Mirror。咁快嘅人？係啊，我唔記得係。十四號決賽就比如三個出道。跟住一秒間係幾時錄㗎？係完咗決賽先錄。嗯，完咗決賽。即係其實隻歌係未完，已經大概要知嗰陣時咧，好笑嘅。我知道咗要做 Mirror 啦，但係咧每一個星期我見到花痴咧，喂 Mirror 咁都係個初名都有男團啊，初係八個人，有呢八個，跟住話而家咧係十個啊，呢十個，有呢十個，跟住而家十五個，有呢十五嚇，跟住後來而家十二個，呢十二個咁，即係轉嚟轉，其實佢哋好多嘢都未 firm 嘅，但我又話喂，我要寫隻歌，我要都要知邊個唱先得㗎，咁然後我同李秀斌就寫啦，跟住到一完咗決賽就即刻就要錄啦，其實佢哋包都未回魂嘅，即刻錄啦，然後兩禮拜之後就要出到隻歌，然後又 press con 咁樣啦。跟住係唔知十二月一號演唱會啊，嗰檔三月21即係快到咁樣，係啦，兩月十一月三號出道，係啊，跟住十二月廿一就開演唱會啦，喺Star Hall，跟住咧嗰陣時得一隻歌啫喎，係啊，一隻歌喎，係咪就係你哋 cam 裏面一路講好多回憶歌演唱會，一隻歌，跟住要做一個兩個幾鐘嘅，係呢間房度開會咯，跟住喂點啊大佬做咩啊你嗰兩個幾鐘？跟住咁係好難忘嘅，因為亦都係即係好趕啦。然後其實都唔知道，即係喂，我要打邊爐喎，但係冇餸喎，咁點算咧？即係嗰陣時都大家花咗好多好多時間去諗，但係我覺得喺嗰個限制入邊咧，亦都係逼到一啲好有趣嘅演出嘅，即係Stanley AK 啊、Rock 啊彈吉他啊，跟住Lockman 同Frankie 跳 tap dance 啊，跟住即係有大家會有一啲好即係逼到自己去做一啲嘢，即係嗰個死亡小宇宙嚟㗎，阿姜嗰只咩啊，Trouble Maker 啊，即係嗰啲 fans 恨咗好耐啊，終於可以睇到啊，即係我記得中間有一條 catwalk， 佢哋著啲好 colourful 嘅衫，咁就。同啲 fans 距離好近，即係嗰嘢我覺得好神奇啊！即係兩個禮拜之前，可能佢哋仲係參賽者啦，即係大家仲以一個睇一個比賽節目嘅參賽者嘅心情去係咯，兩個禮拜去 gauge 佢哋啦，係咪？即係會多啲包容我都食，但係跟住兩個禮拜之後，我成為咗一個男團喎藝人喎，咁好似個尺突然間大家唔同咗，開始會嚴格咗，要求高咗，或者會執住你哋嘅。少少嘅缺點啊，就放到好大啊。咁即係呢個係我喺側邊睇，我都 feel 到嗰、那個，哇！即係嗰個風暴嗰個大係，即係我諗好大壓力咯，對，係咪咧？開唔開心？但係嗰個壓力係開心定係覺得啊？嗰陣時如果可以遲啲就好啦，定係你好慶幸可以咁快就衝到一嚿嘢出嚟，因為諗都唔使諗啊嘛。我諗嗰陣冇諗咁多啊，因為我好記得出道三號之後就嗰陣出道嗰一日嗰個 press 係同步宣佈埋我哋一個月後將會開演唱會。嗰陣係冇諗到嗰個壓力嘅問題，我好記得嗰時同 Stanley， 因為我同 Stanley 同阿 Joe 係被分配去做 rock 嘅嗰一 part， 然後 Stanley 係完全未學過吉他咁滯嘅，我係以前喺跟 YouTube 老師學過下，但係 YouTube 老師都唔叻，跟住係嗰陣時我哋為咗呢個 show 喺個一個月嘅時間內係跟一個老識一位一個老師去學吉他，然後但係嗰個月嘅時間係其實係根本係冇時間啊，我哋嗰個月拍咗兩個 MV。有海量嘅訪問，海量嘅一啲十二個人嘅工作，其實根本就冇時間去練。咁我同 Sandy 嗰時係講話，總之就算嗰日我哋幾點鐘收工都好，我哋翻去一定至少要練半個鐘至一個鐘嘅吉他，因為真係趕唔切啦個 show。我哋又唔係即係譬如依人嗰啲係本身彈開咁，或者 Tiger 咁係有個底喺度，佢 pick up 得會快啲。但係我同 Sandy 係對嗰件事一竅不通，但係一個月嘅時間內要學一首歌做一個表演，真係完全唔識㗎之前。就係上網學咯，自己。即係淨係識得 A minor 同埋 D minor 同埋 G 嗰幾個世界 chord 咯，淨係識。跟住就嗰時係我同 Sandy 係驚到癲嘅，一齊去上堂嘅時候，哇！要著哇，會著 FIFA 喎，大家要彈喎，咁跟住哇點啊點啊點啊！咁嗰時係真係要用一啲
好放工一啲，其實屬於休息嘅時間，要再冇得休息去再練。但係嗰陣都冇諗眼裏邊，淨係想做好嗰件事咯。嗯，我覺得嗰陣時係好開心再有呢個機會嘅，一定再做十二個都係，但係會唔開心再。真係太 rush 啦！如果有多啲時間準備就好啲啦。我真係又好驚嘥咗呢個機會咁樣。咁你而家咪有呢個機會咯？嚟緊。不過其實個時間，其實我覺得排練同埋夾嘢嘅時間係即係永遠就係爭兩個禮拜㗎啦。今次感覺好似仲 rush， 仲 rush。點解咧？因為呢個，因為而家要拍呢嚿嘢。都所有嘢，即係當我哋知道我哋真正。冇得 cut 噶，冇得 cut 啦，小心講嘢啊！都 rush 咯，總之，咁你都要兜噶，因為大家時間真係忙嘅，同埋真係抽到齊人嘅時間。language 啊。講解啦，講埋一段啦，講埋一段啦，拉屎一次啦，普通話係拉屎一個普通話。因為咧，我們真的很忙啊，所以咧用咗啦，我拉屎一句，睇下先知，講下嘅開始可以。因為咧，大家都真係忙，咁即係抽到十二個人齊整嘅時間去練習都真係少，因為好似今次 Warrior 為例啦，咁今次其實 Warrior 都真係。齊人練習的時間真的少的，所以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說都是壓力來的，因為我們作品不只是哦排完就搞定了嘛，你排完之後你就要消化一下個作品，你就要同個作品發生一些感情啊，發生一些關係，你才可以揮灑自如去怎樣可以表達得好一點，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的作品講緊什麼，你才可以有70-80% 是穩陣一點去表演的嘛。但其實有時候就真的冇啊，冇辦法啦！少人齊人嘅時間真係少，所以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今次演出嘅壓力咯。同埋坦白講咧，本身即係拍呢個節目咧，有少少唔明白嘅，不解有少少，即係點解演唱會嚟緊喎？點解要揀呢個時候？呢個時候嚟入十幾日，即係呢十幾日，呢十幾日去練唔好咩？即係有咁嘅諗法。咁但係經過咗呢幾日之後，我相信呢一個Cam 係會令到我哋演唱會更加好睇，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啊？點解咧？點解到時睇節目咯？係咯，睇節目啊！睇節目啊！嗱，我哋今日話曬都係喺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要喺度 sell 下個節目嘅，咁啊，咁我哋喺 sell 之前，大家每人都諗下，你哋喺呢個 Cam 度經歷咗嘅。雖然而家只係一半啦，但坦白同觀眾講，雖然而家只係一半，但係我哋已經經歷咗好多好多好重要嘅回憶啦。我哋一齊創造咗啲好真實嘅回憶。阿兜，你又講下，你見到佢哋一路睇住佢哋大啊，你對於佢哋睇住佢哋大，睇住佢哋壞，有啲咩感覺啦？或者有啲乜嘢嚟緊？佢哋又開演唱會啦，你有啲乜嘢嘢要同佢哋講？首先睇住大家大呢件事，其實又唔算係好成立嘅，因為其實我都係同大家差唔多年紀嘅啫，即係我都係即係陪住大家一齊成長咁樣。咁啊，我覺得係可能喺呢個 camp 入邊有好多，無論係可能係 acting 嘅練習又好啊，或者係你哋自己相處又好啊咁嗰啲，會提醒咗好多一啲你哋。因為工作上可能忙得滯又好，或者咩，即係你會忽略咗嘅嘢，即係譬如你表演，即係你對自己嗰個唱歌啊、跳舞啊嗰個藝術，你嗰個執著啊咁嗰啲嘢，你可能之前會因為工作而唔記得咗，因為有陣時真係太流水式咁樣，你要應付一啲嘢，咁但係嗰個樂趣係你哋玩緊比賽嘅時候係最記得噶嘛，咁而 which is 而家呢個節目就係。即係嘗試去令你重拾翻呢個樂趣啦，唔好話興趣啦，係啦。咁有呢件事就自然會 work 噶啦。大家係想睇嗰啲嘢嘅嘛 ？GM 接啊！我想食嚿雞啊！唔係講啲嘢，接一接啊！我好肚餓咯。我記得咧，嗰陣時籌備緊第一個 Mirror Concert 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唔知道我係公開講定係可能我同花姐講，即係定係某啲隊員，即係我就係話喂，其實我最想就係你哋個個都十八般武藝，又跳得又唱得又演得，唔係個 run down 使鬼度得咁辛苦咩？就因為嗰陣時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弱點啊嘛，咁變咗就係我哋做聲最中意講咧。隱惡揚善嘛，即其實你一路你都係
即係咁樣嘅，即係你都當然想俾最好嗰面觀眾睇啦。咁但係你誒一個 artist， 你自己嗰個成長，即係我覺得 artist 呢個字除咗係嗰個 artist 嗰個藝人呢個字，即係亦都係藝術家嘅。即係我係視大家都係為一個表演藝術家嘅。即係我覺得你喺觀眾面前當然係隱惡揚善啦，但係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藝術家藝人嘅成長，其實你都要去克服你自己嘅缺點咯。咁譬如頭先經過頭先嗰個環節啦，咁我覺得如果即係今日我再見到大家，我諗我再讀一個 concert 嘅 rundown， 我唔會咁辛苦咯。即係我睇得到大家即係嗰、那個即係各樣進步都有。咁當然都仲有空間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比起兩年前，我會容易好多咯。即係我去讀呢個 rundown。唔該曬，係啊，好，快手嚟，我見到阿祖係肚餓到，佢就咁攞咗三隻，跟住就生食，佢而家生食緊嚿菜，生翻個菜，唔係啊，菜係可以生食噶嘛，我從來都唔知佢係可以生食，我可以見到呢個，你嚟緊啦，嚇，你錄佢得錄佢一秒，好食。勁好食噶！不如咁樣話，你面前都贏咗啦，我哋每個人三趴個響鈴啦。唔係真係講先，贏咗啦都。同埋菇咧係可以生食噶，同埋呢個黃蘿蔔生食啊，我覺得係好食過。一娃娃菜生食係好食過煮熟咗噶，你唔信你試下。你頭先係因為大我害我係咪？但其實真係好食噶。我見你肚餓啊嘛，聽講牛都得喎。佢真係好食噶，佢個甜味係唔同噶，香。係啊，真係噶。喉嚨痛嘅。因為有冇人講啲乜嘢需要回應一下嗰啲啊？你係咪想我哋？全部都係姜頭好掛住食，姜頭食得好專心。跟住頭先有個話 ，T D 仲食緊。姜文綿好有吸引力，好識照顧人，嘻嘻咁樣咯。姜文綿加油加油，你好正㗎。唔係嗰個嘻嘻係個 emoji 嚟㗎 ，sorry。咩意思？即係敏感啊！你係嘛？欣賞大家咁真誠坦白。哦，你咁快就欣賞啦？都未睇啊！俾你睇到喎，係咯，未到氣肉，姜毫不停食。你講先啦，你又冇食嘢，你喺度聽聽唔聽到餓啦？希望你唔係聞到我餓啦。係啊，喂，你講先啦。分享下，我講呢個 cam 嘅變化生經歷。其實我講嘅嘢又好真嘅，係啊。其實我就好想問你頭先做乜嘅。哦。但如果你不想講的話，我哋就 off cam 再先講，因為話曬都要剪嘅。我有時嗰啲嘢係咯，要 off cam 啊咁樣。咁我先講啦。咁你講呢個 cam， 你啲講得嘅嘢啊？呢個 cam 入之前係有啲壓力。點解咧？亦都因為喂，其實講堅你唔，其實我哋唔識噶嘛。嗯。咁我覺得啦，我覺得喺呢個 cam 裏邊，我哋都算熟啊。嗯。你之前你會點樣幻想呢件事，同埋你會點樣幻想我噶？我首先幻想呢個 cam 先啦，我覺得呢個 cam 一開始就公司就講想幫我哋話，我哋揾翻個初心，想好似因為呢兩年來我哋十二個人都經歷咗好多嘢，令到無論外界對我哋嘅壓力啦，對我哋嘅輿論啦，都令到我哋大家個目標好似變得有少少唔一致，嗯。跟住公司好想我哋變翻嗰個目標一致翻，然後可以繼續一齊有一個新嘅力量，或者可以攞翻以前第一個演唱會嘅嗰個力量繼續一齊行，所以先至有呢個 cam。咁我嗰時都有一個 struggle 就係、是，真係一個 cam 就可以咁容易解決到咩？點知去到第四日就真係解決到咯喎，已經喺你嘅列住嘅情況下。咁啊唔係關我事嘅，係你哋嘅，其實老實講。跟住就。我自己嗰喺我哋出 cam 之前嘅嗰一晚嘅嗰個傾偈，我自己係好大感覺嘅，因為嗰日都真係傾咗好耐，然後先至亦都令到自己有個慚愧，就係原來我都唔係真係好了解大家，亦都唔係好一直好俾大家去了解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呢個感覺，咁。好開心喺呢個 cam 度可以再重新認識一次大家，亦都重新再認識一次自己。咁係，我覺得喺呢暫時呢一半嘅 cam 入邊，我自己覺得係最大嘅得著。咁我對你嘅印象就係、是，因為我嗰時就 cam 嗰時都話，我以前係有特登去入場睇過你表演。咁我嗰時都會覺得啊，阿祖會唔會係一個轉數好快？喂，唔係個波嘛？唔係個鬼啫。
即係佢其實我對你再深入啲了解，其實反而係做星三嘅時候，你排嘅嗰 round 嘅幾個表演， oh. 我覺得嗰幾個表演我都覺得係其實係好打動到我。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叻開發喺人哋開，你係一個好叻開心嘅鎖匙嘅一個人，即係開心人哋嘅心門鎖匙嘅一個人。咁我亦都喺今次嘅 cam 一個好大嘅體會對你。我好似逼你贊自己咁，有啲尷尬開始。我講即係因為即係呢個 cam。很難得啦，同埋都係真係啱啱好喺呢個時機發生，即係所以都好似安排好咁，我覺得，因為即係好坦白講，我哋無論係因為個人情緒啊、外來嘅壓力啊、可能家庭壓力、fans 壓力、公司壓力等等，即係我哋每一個人背負住嘅都唔同，即係其實冇咁簡單啊，即係唔似我哋一出道嗰陣時咁純粹，大家純粹就哦，我哋一定要做好，一齊做好佢，即係當時間長咗，大家開始有。不同的壓力、不同的不好的負面的東西出來，那時候就會大家開始，當大家缺乏溝通的時候就會有問題出現了，但我們一直都沒有一個機會去處理我們的問題，你們都沒有時間，老實說也都大家都不夠膽踏出那一步，也都不夠膽放開自己，所以積積埋埋就可能會有些覺得大家覺得解決不到的東西，直到這個 cam 就真係大家一次過將所有嘢攤曬出嚟就，你唔好講到咁多先啦，最後尾可能冇嘢出到街噶。咁跟住佢話嚇，又話有啲咩矛盾，有啲咩解決，啲都冇嘅，最後尾咁樣。全部都係混同。喂，俾我講埋呢個回應少少先，好快好快。咦？其實咧，我想即係我都有同佢哋講，但我好想同一班支持者講，就係其實他哋十二個仔仔咧，即係佢哋係盲婚啞嫁翻嚟噶嘛，即係佢哋唔係即係今次我最大嘅體會就係、是，其實佢哋即係你唔同話十二個舊同學，然後一齊去參加比賽，然之後一齊出道，咁嗰啲好熱血嘅故事，但係其實佢哋係喺一個盲婚啞嫁嘅商業機會裏邊被 pick up 出嚟去組成一個組合。其實他哋十二個人的性格不同，年齡層不同，喜好不同，口味不同，所有嘢都不同的情況底下，他哋可以磨合到的機會基本上是零的。十二個人，十二個人要去磨合同一條心的機會是零的。係，你可以話，咁咪大家，你咪大家去做同事咯，大家淨係做。咪淨係做同事，然之後一齊去表演，然之後喺鏡頭面前，喺台舞台上邊，我相信佢哋都可以好 professional 咁樣展現到嗰一種專業俾大家睇嘅。佢哋大家都有夢想，大家都可以跳好嗰隻舞，唱好嗰隻歌，台上面做到曬嘅。但係如果私底下佢哋要去磨合，即係一個真心嘅磨合咧，好似其實。根本就唔難，根本就唔容易啊！老實講，因為佢哋太唔同啦。但係今次喺呢個 cam 裏邊有呢一個空餘嘅機會，俾佢哋有一個機會去相處。而人係需要相處嘅，一個好真心嘅相處咯。咁今次就咗呢一個機會去相處的話，底下佢哋有佢哋講得肉麻啲。他們今次才知道其實大家是有多愛大家，這十二個兄弟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是流了很多眼淚的，因為在這五天裡面他們每個人都有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不同的位置流眼淚，就是這裡啊，就是那裡這樣，不同的位置流眼淚，不同的時間去流眼淚，但我現在已經 很期待之後嗰一半會係點樣發生？講真嘅呢一樣嘢 ，Hello， 你有嘢講頭先，我打斷咗你，對唔住。你唔好係咁喺度，你蛇精咁樣一路喺我又嚇蛇精男咩啊？點啊？白素貞姐姐，我係小青啊。
聽唔明啊，死啦 ！OK， 白蛇傳，精神。唔係，我覺得好奇妙嘅係咧，其中有一個 exercise 係講少少啦，透露少少啦。可以，可以，可以。其中一個 exercise 係由我哋出世，哇，透露曬啦已經。呢個少喺邊？OK OK， 我真係少少。其中有一個 exercise 係我哋回味一下我哋人生嘅每一個 moment 啦，係自己個人去回去諗嘅啫。咁就會發覺原來。我哋好細個或者可能小學或者中學發生過啲事，我當刻冇諗過咁大感受嘅。但係當真係諗翻嘅時候，原來依啲感受係造就咗而家嘅自己。即係可能而家好多時，大家成日講聽 trauma 係咩嚟嘅，即係創傷係咩嚟嘅？嗯，即係可能就係創傷就係因為你細個經歷過一啲嘢，而嗰啲嘢你冇好好處理佢。咁呢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就係我 find out 到自己細個有啲咩係自己未解決過，但原來都揞住咗自己到而家咁大個。嗯，咁去到我哋 Mirror 成立咗之後，原來我哋彼此之間相處都有彼此之間都有嘢係揞住自己個心，令到自己都未放開，或者都係覺得唔開心。所以我覺得呢一個 camp 係好神奇，即係可能我哋入 camp 之前，我哋都會諗啊，係啦，呢個 camp 可能。你哋唔講，我哋都可能自己會估話啊，應該係想我哋更加團結，係啦，喺演唱會之前再盡力一鋪咁樣啦。即係大家諗都諗到，講都識講咁，但係冇諗過真係可以大家即係100% 地坦白曬所有嘢。咁所以係為我哋每個人，可能我自己覺得，可能我哋十二個成日講，即係我哋講到自己啊，好熱血，好有火。好有衝勁，好堅強啦！即係我哋好想樹立一個好堅強嘅榜樣俾中意我哋嘅 fans 或者我哋觀眾睇，令到佢哋知啊，你哋聽我哋嘅音樂，睇我哋表演就你哋都一齊堅強噶啦。咁但係其實堅強嘅背後，我哋十二個都有我哋脆弱嘅一面，係大家睇唔到。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 camp so far 係逼住我哋去面對住自己一啲脆弱嘅 moment， 睇下自己點樣去 take 咯。係，我覺得呢個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嗯，咁隊長咧？廣東話嘛，廣東話啦，唔係你想都可以嘅，係睇心情啦，睇心情。我覺得呢個 cam 最得意啊！首先講下對阿祖嘅感覺先。未必使噶，其實老實講。要講。好由我咁當然以前有睇過你嗰啲演出啊，你嘅網上面啲作品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即係再睇你做星三，你排嘅唔同作品，同埋睇下，即係喺做星三睇到你啦。跟住我第一下就係、是，哇！如果可以跟佢學下嘢就好啦，咁樣真係真嘅，呢、這個唔係吹噓嘅，唔係奉承，係真心嘅咁樣。跟住然之後，果然冇令到我失望啊咁樣嘅。咁啊，即係真係好開心。消委會未接到投訴，未接到投訴咁樣咯。咁跟住呢個 cam， 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探索一下自己咯，探索一下自己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可能其實你以為我哋會好了解自己，或者有陣時其實你係未必好夠膽去面對自己啊，應該咁講。其實你未必好夠膽，你未必好夠膽去面對自己，但係你以為自己好了解自己，咁樣嘅事情。咁但係阿祖就慢慢將你嘅蹦，你自己內心嗰啲牆咧，就一蹦一蹦一蹦咁樣搣開，咁而令到都真真正正同自己會傾到一下啲偈咯。然之後就了解一下自己之餘，原來搣完自己蹦牆之後係。搣完自己蹦牆之後，原來人哋蹦牆都可以搣嘅喎，原來就咁樣搣下搣下搣下咁樣就覺得好盞鬼啊，好好玩啊咁樣。同埋我覺得呢個 cam 係都會提升我哋嘅勇氣咯，我哋嘅膽量，對各方面唔同嘅膽量都有所提升咯，同埋明白到明白到一加一大過二呢個真係好緊要，呢個真一加一大過二係真係存在，而真係你唔會有陣時一加一都大過好多個唔知乜嘢，你真係冇法估計。我覺得呢個係我最深嘅體會咯。阿祖有冇體會啊？呢個 cam 其實我覺得有好多以前嘅回憶或者傷痛要面對翻咯，因為當你重拾翻。你嗰個傷痛嘅時候，你要去學識走過去咯。即係阿祖教咗我哋好多，好面對自己，又或者好面對大家嘅一啲東西喺呢個節目裡面嘅。
係咁，因為我哋人就係難免被不，即係你 even 可能出去做嘢，你避唔開係可能會有一個對人哋假嘅一面咯。咁但係我體會到嘅係做一個好好嘅表演，係令到人哋感動嘅話，其實係要將自己最赤裸嘅一秒係攞出嚟喺個舞台上面，先至可以感動人哋咯。咁呢個係我自己喺個 cam 度嘅一啲少少得著。我自己覺得其實順便回應一下 fans 事件啦，即係我覺得點都要回應一下嘅，即係冇得喺個 live 嚟。我覺得fans 嘅愛當然係偉大同埋重要嘅啦。無論如何都係即有 fans 嘅支持，即係好坦白講。有些人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但他其實一個 fans 都沒有的，不代表他的 work 不行，但是他們就是沒有，沒有支持者。所以你們很幸運地得到很多很忠心的支持者，其實這件事是無必要珍惜的。但是正正在這個拍攝的中間的時候，如果出現到一些事情，就是他們的支持可能令到他們本身自己已經有危險了，譬如他們在馬路上，又或者他們阻礙到個拍攝，令到這件事進行不到，甚至乎其實 我本來 是很覺得件事出街就明白了，大家出街就明白了，但有時如果等不到的話，我覺得即我又明白，大家都會心急想知道。如果你我們即希望我們其實這一刻你都會感受到，是他們想在這件事裡面徹徹底底這樣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但你都知道他們的行業，一個偶像的行業，就是當有人在這裡，當有經理人在這裡，當有老闆在這裡，當有觀眾在這裡，當有粉絲在這裡，他們就沒有辦法去 做一個真正的自己了。但是所以在這個 cam 裡都很殘忍的，我都跟花姐說，我說如果我以為給我所以我覺得眾粉絲你們多愛他們，他們是絕對知道、理解、珍惜和繼續歡迎的。但是在這件事上，他們也在冒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險，去將真實的自己呈現給大家看。但如果你們在這裡的話，他們沒有辦法做一個真實的自己，到時候節目出來你就知道。所以其實他們這麼狠心地說了一些說話，都不是很狠心的，老實說，即可能他們要狠心，他們要狠下心腸做這個決定。但其實對我來說，我那一刻都我覺得他們是處理得很好的，他們是絕對來，他們是 很真誠，很有禮貌地去說。可能你會覺得我幫助他們，但沒辦法的了， 我真的已經愛上了他們了，徹底地。他們已經是我家人了，所以媽媽，你的媽媽在那裡，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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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是什麼媽媽？我想我是婆婆，我想我是婆婆，如果是這樣，不要搞得那麼大一點好嗎？我都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來的， OK， 這樣咯。所以我希望大家會明白，我知道其實絕大部分的粉絲都是會明白的，我都收到大量的 DM 和private message，即係喺度，哇！爭啲講咗出嚟添。其實 live 講得噶，唔好啊！啊係喎，呢個係 Mira 嘅 live，sorry。係啊，其實收到好多唔客氣嘅説話啦，唔係好多嘅，四五個啦。但係其實鼓勵嘅説話係有九十幾，今日有100多個，即係鼓勵呢件事嘅 DM 咯。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粉絲都是很好的，很乖和很支持你們。我覺得大家可能即都有看到粉絲的留言和、就是、意見，我覺得大家有幾個位置是誤會，特別是誤會了。例如第一個就是說覺得是節目組安排這件事，即是夾定是什麼節目效果，是不是
我哋利用咗 fans 去特登做呢個效果，想令個節目好睇啲，因為大家都知道 Phil 成日做呢啲嘢嘛，即係咩意思啊？咁但係今次我想講，我哋真係絕對唔係，因為節目組都冇諗過我哋會咁樣做，而且我哋其實一直以嚟都冇試過咁樣做添。咁但係就係、是、今次點解突然間會有呢個做法，就係咁啱我哋十二個都一齊喺度，而十二個都同時 agree 呢樣嘢，因為我哋個著眼點個重點出發點係影響咗個拍攝啊嘛，而唔係你哋嚟唔嚟支持我，你哋嚟追我哋支持我哋，我哋梗係好開心啊！咁但係因為我哋今次個重點係喺個拍攝個行程上影響咗，咁你拍攝影響咗，因為唔係淨係影響我哋，係影響埋成個 crew 其他工作人員，係影響曬成個節目嘅時候，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即係都做一個好嘅節目俾大家睇，咁亦都同時可以尊重翻我哋嘅 crew 啊，佢哋諗嘅心血咁嘅心思，唔好因為一啲即係大家嘅熱情而令到有啲地方我哋去唔到咁樣，咁所以先會我哋就決定不如一齊咁樣講啦。咁所以絕對唔係一個咩 plan 好啊或者咩，同埋其實我哋嗰個都係一個溝通一個對話嘅，唔係話鬧大家話你哋唔好來。其實大家嚟我哋係好開心嘅，即係都知道大家好辛苦，係咯。咁所以我哋。所以最著眼啲喺工作上，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大家，我哋絕對會同大家影相簽名，完全冇問題。只不過係喺個睇下係咪工作緊嘅狀態，會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咁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其實嗰一刻，但係好多 fans 都係好理解嘅，即係真實地睇到嘅，係啊。咁就有少少嗰一刻，可能覺得有啲難受，咁唔緊要啦。我肯定你睇咗個節目啊，你睇個節目之後，你會明白嘅所有嘅嘢，係啊。你哋嘅真，我哋一直都睇到，大家其實都好善良。祖祖加油！前面幾個食唔停啦，支持祖祖，祖祖我哋明白你。喂，係咯，食咗你講下嘢啊，跟頭講下嘢。其實好多都講話前面食嘢，不如真係講下嘢啊。調位。咁咧，太辣！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節目咧，就係一好難得嘅一件事，我會用兩個字嚟形容嘅，就係同步。係啦，因為由第一日入 cam， 阿祖已經問我哋，就係話：咦，你哋對上一次十二個人一齊做舞台以外嘅嘢係幾時啊？咁樣咁其實就算我哋之前講 Mirror Go 去泰國去韓國，其實都係斬半嘅，即係都唔係一齊嘅。咁有時做嘢嘅機會亦都未必會一齊啦。咁但係今次真係好難得地係十二個齊人，然後分房仲要抽籤，係啦，嗰下勁。係啊係啊，咁即係因為花姐又唔喺度啦，咁變相我哋就真係以一個十二。花姐又唔喺度咩意思啊？咩意思啊？即係呢個節目拍攝嘅過程。係啊係啊。係啦，咁咧咁咧。咁變相我哋，因為有時候花姐喺度嘅時候咧，我哋會依賴咗佢，輪住依賴花姐。係係係嘅，係嘅。係啊。咁變相連花姐都唔喺度嘅時候，我哋就會我哋唔會輪住依賴你噶嘛，喺嗰陣時都諗都冇諗。係啦。變相就我哋真係一齊去做一啲嘢咯。咁以一個最好嘅顯彰就係處理 fans 問題嗰件事咯。我哋十二個人一齊去傾，因為其實呢個真係唔係節目嘅安排嚟嘅。是我哋自己舉手啊，不如咁樣做。所以嗰個同步率係我覺得係好好，亦都好難得咯，係啊。你哋話係咪咧？係啊！你講過嘅人講下嘢，你哋嘅粉絲都等緊你哋講嘢㗎啦。皮皮先，都啱啱有過嚟。想 Frankie 講下。咁啊，其實啱啱德仔講咗同步率嘅問題啦。咁其實今日嗰個彩排，唔係琴晚嗰個彩排咧，阿祖係俾咗個任務我嘅。咁啊叫係啦，叫我咧，不如即係佢睇到我係想好嘅。咁啊，不如我俾多少少喺個彩排嗰度，等睇下可唔可以拉起其他人。即係見到我俾咗出嚟啦，其他人再俾佢就係想要呢個漣漪效應咁樣。咁我 which is 琴日做咗呢樣嘢，我係 feel 到大家係真係受到嘅，係真係會再加成上去嘅。咁我自己亦都覺得呢個嘅感覺，我覺得係我好似唔使力咁去上去個狀態咁樣，因為大家一路俾越嚟越多，咁我又俾，咁我俾得好舒服啊。咁呢個同步嘅率就我覺得今次我 get 到咯。我哋呢度而家嘅人 get 到咯，係一個好大嘅得著，係真係唔使好用力去表演，
係大家一齊就夠啦咁樣。嗯嗯，係係智者係智者智者智蠢仔講嘢，個任務就係佢會俾多啲啦，俾多啲，即係我叫佢俾多啲，即係唔好用言語去話俾大家聽。喂，一陣間我哋要俾力啲，乜乜乜乜咁樣。因為我見排嗰個杯嗰個舞嘅時候，佢好有力，同埋好 enjoy。哦，係啦。咁我就話，即係如果你話喂俾力啲啊，一陣間不如咁樣，不如試下俾力啲啊，咁樣其實好容易構成一個壓力噶嘛。咁我就。見佢仲有力啊嘛，咁佢就叫佢自己俾力啲。我哋笑咗佢一下添，仲點解？佢就喂試下認真啦，咁我咁認真即係唔係試下啦？我哋都笑下聲定試下嘢啊？你知唔知自己講乜嘢？你知唔知自己講乜嘢？陳仔講嘢。我會覺得短短呢幾日係好重要嘅，對於我哋大家嚟講，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的。我訪問都這樣說的，我一開始我覺得我不會跟你聊到偈的，就是我覺得你有夢想的，好像永遠都我沒有想過你會有爆埋出來，我沒有想過你會哭的，是這樣的，不要說不要說太多了，是的，不要說太多了，不要說太多了，是的，賣個關子吧，是的，還有我都就是大家都說了很多 Mirror 了，我就可能說一下自己了，說 Error 了，我就這樣，我就說 Error 了，你說自己吧，那我覺得肥仔呢就，那我就覺得是的，就是我是很大夢想的，這件事是我自己都知道，那我覺得是入了行之後特別厚的，特別嚴重的呢件事係，咁就好多因素啦，同埋嗰個自我防護嘅機制亦都越嚟越強啦。咁就我諗可能，譬如如果真係問在座咁多位，真係好簡單問你哋一句，即係入咗行之後你哋開唔開心？我覺得大家都會有猶豫嘅一刻嘅，即係咁當然有開心嘅嘢，但係其實唔可以當刻好即刻答到啊，係啊，我真係好開心，我覺得真係。咁當然我哋好感恩啦，因為我哋得到嘅嘢好多。咁但係我覺得。大家是少了一個跟自己對話的一件事，我前排就 有一段時間 是有這個時間 去不停跟自己溝通跟自己傾，其實我找到裡面有很多東西，可能 我在我自己裡面我找到一些垃圾出來的，但是我找到它又不代表我懂得怎樣處理它，怎樣去分解它，但是我會覺得係啊，即係好似譬如我哋早幾晚傾完之後，咁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我有啲問題，其實可能而家我體內嗰啲嘢都未係分解到，未係解決到。咁但係 at least 同大家分享完之後，係會我覺得舒服咗，即係會可能俾大家了解我，即係我自己唔好咁孤獨多收埋，冇咁孤獨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咯，自己可以選擇做到呢樣嘢。咁呢樣我覺得個得著係好大。其實我係最開心，我係了解佢多咗。我今日先同佢講，今日我哋睇翻我哋即係今日訪問啦，有好多相噶嘛。我今日又開俾你睇，哇！我擘大我即係我哋十二個一齊影，我擘大佢樣話：喂，陳仔，我見到你笑，我好耐冇見過你喺依一個狀態度笑俾大家睇。即係我好，其實我係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仲要真係要講好多次，我係超級開心。在這個 camp 裡面，我相信大家都真的同樣感受，因為我們 connect 了，同步了，已經是即是更加了解到大家，即很多時候其實是大家誤會，繼而產生很多問題出現，曾經就其實我本身入個 camp 的時候我沒有期望大啦，不要緊，我相信大家都是的，即我會覺得可能即最 worst 就是拍個節目咯，大家但是估不到其實短短幾日就已經個化妝咁大，即係證明其實大家心裡面都好愛大家。嗯，係呢樣嘢係先會咁快啊，先會咁快做呢樣嘢。其實基本上只係一兩個 workshop 或者一兩個嘢就已經大家即刻哎搞掂咗咁樣。咁我咁就講完 Mirror， 咁我講我自己啦。其實我直到啱啱嗰件事，我都即係啱啱我哋拍攝嗰件事。我先發覺
原來我歪錯啦 ，Jeremy 係啦，你唔使避啦，歪錯嚟㗎。先至佢就係咁樣照顧緊大家㗎啦，一路都冇離開過呢一個台底。係係啊，佢加緊湯啊，頭先為大家。Sunny 你繼續。我係即係直接啱啱過咗 show， 我先至原來 realize 自己原來有咁厚嘅盔甲喺個身喺身上保護住自己。我一路都是會，即係喺個 cam 喺個 cam 嗰，即係 cam 嗰幾日，其實我有少少 lay back 嘅，我係知道自己有少少 lay back 嘅，我係有少少唔知道點咯，即係唔知道自己究竟係點樣，應該咁講，迷失咗。咁就算嗰幾日，我覺得我揾到嘅係揾到團隊的精神啫，但我都未揾到自己嘅。但我直至到啱啱，我會覺得揾到自己多咗，認識自己多咗，係啊，所以我唔知啊，好，佢係就係有咁嘅魔力啊！唔關我事嘅，真係唔關我事嘅。我只係提供一啲方法同埋門口，即係就係打一條鎖匙入去開嗰個，都係始終你哋自己嚟嘅。係啊，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喺我都好開心，真嘅。係啊，我覺得咧，即係。加完湯之後的感覺係點？我覺得喺嗰度，個湯太，我覺得咧個湯個湯太濃。我覺得大家要我幫你 call 陣間。即係我覺得喺呢個 trip 度，即係嗰一日嗰一晚啦，嗰一日係四月五號啦。你記住佢喎。係啊，我真係會記住啊！我同 Eden 即係第二日講四月，即係台慶啊，唔係咪？係咯，係咪？你唔好亂講。四月五號嗰一晚咧，係啊，因為。轉咗十二點之後啊，四月四號晚，係啦，我哋跨咗咁樣，我覺得呢一個日子係喺我心目中係真 mirror 成立咯，即大家係真係有一個靈魂上邊嘅溝通咯，我覺得係，即好多時候好似陳卓賢咁，其實好多時候即我唔知佢內心入邊係有咁多。咁大嘅抑壓住嘅情緒，因為佢嗰日真係喊得好慘，佢係劇透啦，都話唔住啊，流落，即係咯，喊得好慘啦，即係係，咁你剪唔到出嚟，咁我哋點交代啫？係啊，係咪？逼佢嚟剪，冇啊，佢唔喊得好慘，就流咗兩隻眼淚。嗰單真係唔出得街，老實講，但可以剪佢喊嘅。係啊，但係唔講點，淨係喊啊，淨係喺度喊。好聲嘅，但係即係我哋睇其實係好心痛佢嘅嗰一下係，即係大家原來即係譬如話 Lock Man 又係啦，即係好多人我原來我冇劇透，即係我講我會發覺到大家一啲隱藏咗嘅情緒，或者我平時唔會知嘅情緒係啦。咁嗰下其實係原來大家喺成立 Mirror 之後，大家都有好大嘅壓力喺度。都有各自不同的煩惱，但是在這個 camp 的時候可以突然之間就抒發了很多出來，我不可以說是抒發了全部，但是可以抒發了很多，因為我們抒發了給11個加上阿祖12個人這樣的發散給大家，即大家一起 feel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件事很重要，我覺得我真的那時覺得阿祖真的很厲害。不要這麼說，真的不要再說我了。一人讚你一句，飄上去上去，因為大家都相信他，這個很相信，這個很重要。因為我作為一個局外人，老實說，即是在旁邊那裡可以看到，而且 我第一天我就決定一定要跟，即我不會當這件事只是一個 job， 即是交個心出來跟你們做朋友咯，這樣。其實很久之前呢，我 A 組有跟他相處過，嗰陣時你有大概問過一下我哋嘅情況，我好記得。我記得啦，我記得。跟住佢話，咁就我又講少少啦。跟住之後我就你又講句話，我有信心可以即係幫到大家。哦，係咩？係你有咁講咩？你有咁講，你話我可能好衰啦，咁咪。我有信心，跟住我心諗係咪㗎？即係我嗰陣仲懷疑，真係咁勁咩？咁樣跟住之後，我而家結果就真係好係啦。姜圖停啦，到你啦，到你俾你再食啦，你俾你食呢個之後，我哋幫你嗌咗好多時間食嘢，你可以講嘢未咧？你食你剩咗幾多嚿嗰啲午餐肉啊？我咬咗啊！呢個姜圖你出聲啦咋？呢個拍 MV 啊？呢個有未有？唔係，我想食呢嚿嘢啊！唔理啦，富仔講先啦，富仔講先，都有人想話富仔講下嘢。嗱我有呢個劇透，我覺得要劇透嘅。
但係呢個劇透個結局係唔，因為仲發生緊嘅。你哋都知道㗎啦，虎仔平時就唔係好講嘢㗎啦。咁啊，姜濤平時就即係淨係猜妹㗎啦，同埋彈人哋個額頭啦。咁其實佢兩個咧喺呢個十二個團隊裏邊咧，其實佢哋唔算熟嘅，真係唔算熟嘅。甚至乎我可以話佢哋係唔識嘅。跟住我俾咗一個功課佢哋，就係佢哋每日要講五十句嘢同對方。係啊，今日講咗幾多句啊？今日有講啊。今日有，咁所以呢一 part 就交俾你哋啦。我哋其他人全部專心食嘢，冇錯。你兩個食，你兩個傾偈啦。主持話翻嚟，係咁，我好尷尬喎。你唔使尷尬，你繼續食嘢，做翻自己。助攻側邊。嗯，我講下我自己啊，不如我想講嘅，我想講嘅，即係呢幾日 cam 咧，我係好感受到嗰個團隊嘅重要性同埋威力啊。嗯。即係呢十一個嘅哥哥喺我生命裏邊其實好重要，即係無論係表演上啦，又或者係哋工作生活上，我嘅人生上邊，佢哋都其實教咗我好多嘢咯，係即係我哋一齊去佢哋嘅一啲價值觀，佢哋一啲對某啲事嘅睇法，佢哋會擺喺我會學咗，唔知點解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好緊要嘅，即係我會呢幾日呢個 camp 會感受到呢個團隊嘅重要性咯。咁呢個我係好開心嘅，係，同埋我都感受到我存在喺呢個團隊裏邊，大家都需要我咯。即係大家可能有陣時見到我都覺得開心，即係我會俾到嘢大家，我會有一刻我好覺得我咁，我俾到嘢大家。但講翻我哋有啲時候感受唔到。講翻都開心嘅，唔講啦，唔講啦，唔講啦，即係佢去廁所咁樣又咁樣。講句公道説話，講句公道説話，講句公道説話，公道喎，公道喎，要水水啦。唔係，講咩？我講少少嘅，佢哋唔會知嘅，係。大家都有個難忘嘅晚上啦，你都好難教你啊！姜濤講完㗎啦，冇乜嘢，我要你同姜濤傾偈啊！唔係啊，即係傾偈呢啲係交流，咁我交咗佢都要留先得。你唔留啊？掛住食，放低佢啦，可以放低，沒收。收筷子。跟住就咩話？放低。講咩話？你唔好收筷子，佢用手啊！身體直接咁一定。講下咁就好嚟首先多謝大家，多謝各位粉絲，大家即係我真係要講句公道説話。喺個 trip 裏邊咧，其實大家咧都係基本上係勁低能咁樣咧。第一日去到嗰碼頭嗰度咧，咁然之後佢哋係基本上係唔知咩事嘅，淨係知道要去一個地方咁樣啦。咁佢就嚇冇梳化嘅咩今日？咁樣佢哋冇梳化，係有人即係梳頭化妝啊！冇梳化嘅咩？冇噶，成件事冇人跟噶咁樣。咁跟住有啲人就好為求自保咁，好醒目咁樣已經帶咗自己嘅梳化嘢啦。叻啊！姜濤係全程都冇化過妝啦，然之後冇整個頭啦，然之後全程喺度猜妹啦。但我係未見過你呢一面噶，我覺得好多嗰啲叫咩姜糖啊，係嘛？你嗰集姜糖。嗰啲姜糖都會好想我俾自己的功課係我到離開個 camp 嗰日，我要記得曬你哋啲 fans 嗰啲名咯。嗰啲唔知咩，你嗰啲叫姜糖咁，每個人都有啲咁啊咩啊嗰啲啊，我遲啲記啦嗰啲嘢。你啲姜糖會好期待見到你嗰一面，啊佢唔係扮出嚟嘅嗰一面，係我。即以前都是在化妝間嗰度見到，係 hello 咁樣，即係又唔係熟咁樣。我估唔到今次我哋可以傾到咁多偈。你唔好成鴨頭啦！我跟住我咁樣鴨完頭之後，你就要講嘢㗎啦。係㗎，擺呢筷子即係講嘢要。好，今次呢個 cam 嘅感受，多謝大家。好多謝冇講我，唔好再講我啦，講堅，唔好再講我啦。呢個真係好多謝你啊，係啊，呢個係呢個係我諗噶，呢個真係要多謝我，我諗噶，多謝咗食雞煲啦，跟住啊，係咯，即係喺呢個 trip 度都
真係冇諗過。喂，你其實都講咗好多嘢，我剩翻啲咩？你講先，你又唔講先咧？你咪覺得好多嘢俾佢哋講曬，講曬啦，重複好長氣。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你重複一次，你有解決方案俾我呢？好啊，加油！好係，即係我覺得，可能回應翻，因為 fans 嗰啲嘢，嗰啲嘢係，即係可能外界對於今次呢個事件，可能對於我係更加有一啲諗法咁樣。咁但係想同大家講真係，我哋由出道以嚟到依家嘅時候，我覺得一定離唔開 fans 嘅幫助。其實講嗰番説話嘅時候，我都真係掙扎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喺呢一個節目入邊。要 show 一啲唔同嘅嘢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樣嘢，係我可能一直以嚟冇同大家講嘅一啲説話，可能真係當中帶俾我哋咁多人嘅一啲工作上嘅阻礙，我覺得喺嗰個 moment 一定要講，係啊係，所以希望大家相信我哋唔會攞任何一個 fans 開玩笑嘅，真係係啊，咁啊，亦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真係第一次去做呢件事，我都。第一次令大家在出道的時候對我的不了解到依家，我覺得自己很開心，我覺得自己一直以嚟可能做的努力令大家，好似隊長嗰日講嘅，哎呀，好 respect 我呢、這個，我真的很開心。啊，你淨係講呢句。唔係，其實我都有鄭川呢、這個，我都有講過我 respect 你。啊，係啊，係啊，係係、啊。好交流開始。好，交咗啦，劉。係啊，即係我覺得雖然 Tiger 比我細，但係。Tiger 喺我心目中都已經係一個哥哥嚟㗎啦，真係。好，到你啦。真係。死啦！我啊當你哥哥，你啊當我哥哥。唔係啊，嗰日你嗰日傾偈嘅時候，我覺得你 respect 我嘅時候，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我一直以嚟做了好多嘢，我係希望大家可以去真係去承認我。嗯。而我一開始，我覺得隊長同可能或者你 Tiger 或者我覺得你兩個可能係最唔會留意到我，或者話未必對我有咁哇查，唔係啊，即係I mean， 即係可能對我係你都傻嘅，冇人會留意到你。唔係啊，即係覺得我可能未必咁懂事啊，可能好多時候我係一開始真係乜都唔識啊，跟住成日麻煩咗大家，跟住到依家可能即係經過呢次 trip 嘅時候，你哋大家真係覺得我有係咯，我好開心。你終於成為咗 Tracy 啦。Tracy， 誒講得嘅咩呢個名字？哦，好啊，都冇人知咩，好多謝，好多謝你哋。究竟咩係 Tracy 咧？大家咩嚟嘅？大家落住留意節目啊！我哋咁樣拜拜，我哋拜拜埋啦。其實個時間已經差唔多啦。我哋原本話做九個字嘅啫嘛，而家已經豪多咗三個字俾大家嘅啦，係咪？咁講啦，即係咁。咁講啦，咁講啦，好啦，我哋同呢個嘛。咁啊，喺呢度再一次多謝大家睇呢個 live 啦。多謝團隊幫我哋預備咗雞煲啦。其實佢哋都忙到撕肺㗎啦，但係都真係都係幫我哋預備咗好多嘢食啦。多謝 CM 同埋阿兜今日做我哋嘅特別嘉賓啦。多謝。衷心嘅，多謝你十二位，多謝組，拜拜，拜拜。